天下。五军，盖世无双。五军，五军，战士，你终于来了，部队已经入侵到这里了。不赖，小爷我再教你一招。天一臂之力，在前面等你很久。这是带有我一丝神力的羽翼，去吧。
唯有天命之子才可阻止混沌，拜托了。你从哪里来的？真是个奇怪的人。他好像受伤了，去帮帮他吧。我已经无依无靠，少侠带我一起修行吧。想要进城，多少也要意思一下。这些护卫真是太过分了。年轻的修士，去参加入学测试吧。力量还不错，不知你的技巧如何？护卫，给我将此人拿下。天命之子终于出现了。修行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。命盘是我的，我的。没错，我需要的就是这种力量。命盘是对抗混沌的关键，你要好好保管。少侠天资聪颖，随我前。照顾好菲菲，她是个可怜的孩子。我的传承可是独一无二的。
我的传承可是独一无二的。